松本清旗下全新电型 Beauty U， 这三个是现在讨论度最高的，一样都是 B 群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？欢迎回来，凯文想得美。Kevin 现在人在银座，今天要带大家逛松本清。哈，银座松本清，没错，它是松本清旗下全新的店型 Beauty U。在这里，宽敞的空间，明亮舒适的环境，让你能够静下心来，好好的去细细的品味每一个商品。一起带大家看看松本清的 Beauty U。果然是 Beauty U， 连篮子都不一样哦。像这个山田养蜂场呢，就是他们的新的引进的品牌，真的是蜂蜜耶。这是蜂蜜皂，熟成的蜂蜜20%下去配合，然后会产生浓密的泡泡。还有蜂王乳的面膜。这里呢，其实它把它分的品项分得很仔细，美白保湿这样子，抗老。玻尿酸、保湿液，它一直以来哦都受到日本女生非常非常的这个推崇跟喜爱，一直在这个 Cosme 的排行榜上面保持非常好的成绩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化妆水啊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全身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的，用它拍全身，拍完全身之后，然后你再上身体乳，身体保湿的效果会超好。这个品牌也是只有在日本有，它强调解决大人的7个难题。它是 CC 护唇膏，因为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唇色容易暗沉，它透过3个颜色来修饰你的唇色。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嫩哦，很自然的淡淡的颜色调整唇色，这个就是偏橘色调的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哦，有一点点淡淡的莓果色。有颜色吗？还好，没有，橘色应该也没有，可能这个才会有颜色吧，但我不要。接下来这个它是资生堂集团旗下的 D Program， 因为环境或者是自体因素形成的敏感的皮肤、干燥的皮肤而设计的一个品牌。他们家的防晒啊，超清爽，一推开之后立马消失，没有任何油的感觉，上完像上蜜粉一样。好厉害哦！它除了对抗紫外线之外，它可以预防花粉啦、PM2.5 的空气污染的悬浮粒子对皮肤所形成的伤害和附着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BB 霜，一个浅色一个深色，它粉好细哦，而且居然是有遮瑕力的哦，也很清爽，不会油腻的感觉啊，差好多，你看。每个颜色各买一个，黄色是痘痘肌，这个是抗老的，然后这是油性肌，银色是集中美白，粉红色是保湿，针对干燥肌肤。它挤出来像是一般的乳液，可是一推就全部变成水，哎，好水哦，好水好水哦。可是当它的水不见了之后，你的皮肤留下来的是润感呢。在这个 Beauty U 里面呢，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冷压果汁。要让皮肤变好，除了护肤品跟补给品之外呢，果汁也很重要。所以他们的店里面引进了这个美国 LA 的冷压果汁，还有他们店里面限定的款式。冷压的果汁它不会破坏这个水果原本的营养素，水果里面的酵素也能够保存下来，能够真的喝到这个果汁里面的营养。哎，我刚才已经先点了一杯红萝卜，啊，好好喝哦。这里提供一个10分钟的免费化妆服务，你可以选择眼睛、眉毛、脸颊或者是你的唇其中的一个部位，他们会有专业的彩妆老师来教你怎么化妆，而且是免费的哦，直接用他们家的东西，还不用花钱，你看有多好。这边很多人都会问我，就是痘痘，这三个应该是现在讨论度最高的。这个是白兔的痘痘药，它效果非常好，尤其针对很大颗有脓的青春痘，但是它会脱皮，它会有白色的屑屑，所以如果你后续要化妆的人，这个我就不推荐。曼秀雷敦的痘痘药呢，它里面有他们家独家的杀菌成分，它对于大颗痘痘，尤其是成人痘很有效，它不会有屑屑。
哦，所以这瓶还蛮好用的。这个狮王的这一支，它其实它的药用成分比例其实蛮高的，但是它对于那一种很大颗快要起脓的痘痘，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它那个转化的那个深色的那个过程比较慢，它对于粉刺的效果也有。再来啊，就是这个了，很多人都会问我，一样都是 B 群，一个是BB， 一个是合力他命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？ Chocolate BB 它专门针对的是女性的这个 B 群的补给，它在 B2 的部分的含量比较高，针对比如说口内炎啦，或者是皮肤啦，还有新陈代谢的这个部分。合力他命它针对的是 B12 的补给，对于譬如说眼睛的疲劳、筋骨肌肉的酸痛，合力他命就会有比较好的舒缓的作用，差别就在这里，了解了吗？而且啊，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呢，其实在日本当地消费只要满5000日元就可以退税哦。想要买更多的东西，想要知道日本药妆更多的资讯吗？赶快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凯文想得美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呢你有学到一点点东西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哦，而且你可以留言，我会知道你们更多的困扰，赶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。